大家好，我是 Wedding Planner Polly。 很多新人都說要在香港找一個理想的婚宴場地一點都不容易，因為要地點方便、場地得體，最重要是價錢相宜，究竟可以在哪裡找得到呢？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推薦一個可以滿足所有條件的婚宴場地。一落扶手电梯就见到又大又阔落的宴会厅，虽然没有华丽的水晶吊灯和红地毡，但是不代表会比一般的婚宴场地失色的。整个色调以清新的薄荷绿色为主，加上充满艺术感的室内摆设，感觉很有格调的。除了设计典雅之外，这里更加是空间感十足，最多可以容纳49位，啱晒想大宴亲朋的新人啦。不过想搞小型婚礼的朋友都不用失望的，因为这个场地可以分成两个细厅， A 厅可以摆28围，而 B 厅就可以摆21围，简简单单细搞一下都绝对没问题的。这个刚刚开幕的婚宴场地交通非常方便，港铁尖东站 P2 出口步行大概5分钟就到了。这个全新场地已经开了，还不立刻打来预约亲身来看看了。